今年成大校运会共有男女选手5000多人参加，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。揭幕典礼由校长倪超主持，全体运动员绕场一周，升会旗、放和平鸽和彩色气球，接着由男女同学表演大会操和大会舞。海滨官校同学也表演了鼓号演奏，然后进行33项田。